骗集团。这里是虾米客服中心，他那边金额弄错了，把你设成十二级跟几不可能。那你帮我登录一下网络银行。我上去查一下密码，我等我一下。诈骗，诈骗，你骗得过他，但你骗不过我啊！卡断了，诈骗集团。哎喂，我是一只小小鸟，你是谁？这里是虾米客服中心。虾米客服中心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的鹦鹉有点吵。我是这样帮你订购的那个吸尘器，乱花钱，不乖。哎呀，很痛，不要咬我了。不好意思，你继续说。他那边金额弄错了，把你设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吗？不然就把它改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好了。不是啊，他把那个金额输入错误了，会按原金额下去扣十二次哦。快点，快点！啊？你要赶快去处理，不然会被重复扣款。报警处理。你那个鹦鹉可以先带它走开吗？但它有点分离焦虑，可能没有办法。不管你那个鹦鹉怎么样了，我要我帮你处理也可以，不帮你处理也没关系啊。那要怎么处理？就我帮你做个这样的取消处罚可以了。请问小姐有网络银行吗？有啊。那你帮我登录一下网络银行。那个我可能要查一下我的密码，我上去查一下密码，我等我一下。好。哦，Hello。咦？喂。哎，李恭喜啊，你骗得过他，但你骗不过我啊！真的，还需要你服务的吗？挂断了。